张叔，你看嘛，亏不落松的嘎，本来呢在推头没得点包裹了嘞，材料又弄了，没得办法了噻，肥了噻，嘎。哇，你那个鱼儿学得好多了。哎，好久没吃了。哦，你要学好久喽，我们把材料弄个差不多就烧鸡喽。啊，有点在煎嘛。菜呢，啥样啊？不腌上干了噻，嘎。嘛，屋里只有两只母鸡了。 他姐子呢要吃鸡肉，今天整个鱼儿烧鸡噻，这次哎，街上买的哈，专门这四斤，还有那个，罗娃的最爱，土豆丝。那儿锅里头呢，还有点20斤，2斤左右的哈。做好了啊，我切喽。这个肉儿嘛，恁巴适吗？ 屋里有蒜么子的嘛？这个蒜么儿肥过噻，还有反正这身衣服就没得幺么儿买那个衣服那么安逸了。穿了它，先把那个鸡嘎嘎呢煸香了，买的土家贼，所以说就没焯水哈。再来，放点豆瓣酱、姜、蒜、海椒、花椒到里头，继续翻炒了。 哇，好烧香的，那么香，要不然包不香了嘛。都炒香了，这个一瓢水呢没够到，再给它整一瓢，毛起的烧喽。大家，今晚是烧到啥子样子了？鱼儿不下去啊？马上下雨了，都。 你看，鱼落给头，看结果该烧小火了哈，鲁啊，煎小了，煎小了。哦，慢慢烧，这个要把它弄香。鱼儿烧就好了，起锅了，下点菜，蒜苗回锅，巴适的板。哎，把火压到哈，鲁啊。压着点，压着点。 好了，剩下啥儿炒，我儿都搁到噻。这样你们吃干干嘛，脚脚是腿哈。给你留到，哎呀。我不要我蒸啊。哦。挖土豆行一点嘛，做活了长进一点嘛，哥。把儿注意起来，这儿炒洋芋是吃，往上面了。 好嘛，我说大点路啊！兄弟，这个土豆丝炒的好香啊！朋友们，开饭喽！鱼儿烧鸡，蒜苗回锅，土豆丝哥，来，舅舅，我给你两头那种没得骨头的肉的。啊，那不用捏，二路啊。来嘛。 哎呀，来嘛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走，走，来，哦，来舅舅，哦，你就酒本占正，很宽，哦，酒本一端正才放宽的，懂不得，朋友们，喝起走哈，整整整整整，哦，都整累了，哦，这个没得啥子肚子的。
哎呦，我就走过那边，你，我一看到你盯着我，我就晓得要咋子了。那路吧，尽是喝得凶得很。慢慢的喝。老啊，今天鸡鸭子也吃了，明天啥子啊？那边路啊？哎，是我明天随便弄点子吃了就是了噻。哦，你听人家说啥子呢？随便整。你来弄啥子？就来，啥子说了？明天我就安排嘛。干喽！干啥？干。好吃啊！你不听？好，你慢慢的喝。嗯。你不听那够吗？来，师哥那边，来，我们再给我杀个吃饭。他忙了，不得忙。要饭了，吃个菜。今天这个菜嘛，又下酒又下饭嘛，对不对？来点猪这是，你喜欢吃，把它搞定就好。我要得，我就喜欢这东西。当然好喜欢这个。光芒行动啊。哦。你看嘛，又到个了，因为这个兔子吃了不香吗？香，干干净嘛。干净了嘛？还有一个，光芒行动，不浪费。哦。来嘛，整完了，半天了才个。那舅舅你就慢慢的喝。啊。饿了没？要点饭个。啊。整累了的嘛。后面，拜拜了啊。